打交，咁乔峰就陪你哋玩几招。你睇下，乔达嗰个武功几厉害。已经失传了几百年的琴龙功龙爪手，真是估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懂得这种神功。北乔峰，南慕容，乔帮主的武功这么莫测高深，那我表哥的武功又怎可以？老三，胜败是兵家常事，你使乜一碌木咁企度啫？你见唔到我俾人哋点咗穴咩？老四啊，而家强弱悬殊，我哋技不如人。就算我哋两兄弟再练多十年都打唔过，不如走啦。嗯，听讲公子去咗少林寺噃，少林寺啲和尚啊，个个都识武功噶。如果我哋去到嗰度啊，就唔方武交打啦。老三，而家我去先，你叫埋老大老二嚟帮手，到时我哋打餐饱嘅，系咁话啦。系噃，过人之志。过人之志，系咁先啦，请啊！王姑娘，丐帮有要事商量，我哋不便留喺度，不如我哋翻无锡先。咁表哥佢公子嘅机智过人，你放心啦。你要走啦？你真系要走啦？系咁，路上小心喎。乔帮主，我哋告辞啦。请便。请留步，帮主，马副帮主惨死，大仇未报，怎可以随随便便放走敌人？呢几日经过我多方查察，发觉杀死马大哥的凶手未必就是慕容复。帮主有什么证据呢？当我在洛阳知道马大哥死在锁喉擒拿手上，就想到姑苏慕容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呢句话。马大哥的锁喉擒拿手是天下无双，除了慕容家，冇人用呢种绝技嚟杀死马大哥。冇错啊，但呢几日我越谂越觉得唔啱啊，可能事有蹊跷。如果帮主认为事有蹊跷嘅，我睇众兄弟都愿闻其详，各位长老专意如何呢？帮主英明，我睇一定其中有所发现，未知能否以实相共，以息而团呢？在下认为有人对马副帮主不和，然后勾结慕容复向马副帮主下毒手。我表哥一向都光明磊落，同丐帮素无来往，又怎会杀你哋副帮主啫？真系胡说妄为。呢个人是边个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帮主，我哋都好想搞清楚呢件事。冇错啦，帮主。全冠清，你嘅意思即系话慕容复只系帮凶，主谋另有其人。冇错。你怀疑边个？哼！全冠清，马二哥嘅死事关重大，如果冇真凭实据。唔好亂咁推測喎。大人大勇、大信大禮四位陀主點解唔見啊？掌全場，弟子在。你嘅陀主呢？弟子的確唔知道。陳志剛，弟子在。
你嘅台主呢？唔知道啊。去呀！系。请问四位长老，点解唔见全公同执法两位长老呢？一向耿直，你话我知，全公同执法长老究竟发生咗咩事？系长老，我哋一向兄弟相称，乔峰为人系点，你应该知啊。发生咗咩事啊？呢件事本帮自我而下，人人以义气为重，而家发生咗事啦，竟然冇人肯坦白讲出嚟。帮主，全冠清，你生事犯上最大恶极，慢慢再行处罪。启禀帮主，全冠清策谋变乱，生事犯上，还请帮主严加重罚。属下明知真相，未及禀情，请帮主责罚。哎，我哋系多年生死与共嘅好兄弟，一时误会，算得系乜嘢啊？责罚嘅事唔好再提啦。多谢帮主，长兄弟。你带领你属下的弟子快点去救全公和执法两位长老。是。你看乔大哥多英明神武。台主，两位长老就犯喺嗰度，不如我哋冲上去救佢啊！咪住，话晒都系自己兄弟，打起嚟死伤难免嘅。不如你走出去同我哋讲清楚，佢哋放咗两位长老啊！好。我全冠清手令系唔可以翻嘅，发发系系发上。两位长老受惊了。帮主点啊？帮主平安无事，我哋走啦。姑娘，你仲挂住慕容公子啊？我睇到火，就谂起前年我哋一齐喺长白山过冬嘅时候，有一晚出边落住好大雪，我肚饿，表哥知道咗，佢即刻冒住风雪出去揾咗只鹿翻嚟烤俾我食。切，
有咩咁了不起啫？如果系我段誉，唔好话野鹿啦，野狮野豹都够胆足啦。希望表哥而家会平安无事啦。慕容复啊，慕容复，你最好唔好翻嚟。段誉，你点可以咁卑鄙咧？段公子，你做咩啊？好，我打蚊尖啊。乜而家冬天有蚊嘅咩？唔系蚊，一定系乌蝇啦。黄姑娘，你讲埋落去。自从嗰次之后，佢都冇嚟揾我咯。慕容凤，你真系不解温柔。黄姑娘天仙化人，你竟然咁狠心嘅。段公子，段公子，朱姑娘，咩事？乔帮主叫你过一过去。哦，乔大哥，咩事啊？各位兄弟，我今日结交到一位新朋友，就系呢位段誉。我同佢一见如故，已经结义成为兄弟啦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嚟嚟嚟，我同你引见本方各位长老。呢位系宋长老，佢嘅铁剑威震江湖嘅时候，你仲未出世啊？素养素养，过奖。呢位系奚长老，奚长老系本帮一等一嘅高手。你大哥十几年前经常向佢讨教武功嘅，对我嚟讲亦师亦友。唔怪得奚长老正话同包三先生佢哋交手，占尽上风。惭愧惭愧，呢位系、我系吴长风。在六老当中排位最尾，论武功低微之志，讲学问一字不通。吴长老，段某生平最喜欢结交你这种朋友，请受小弟一拜。不敢不敢。段兄弟，我介绍你认识，这位是陈长老，他的通臂拳独步武林，你刚才见过的。佩服佩服，不说话不说话。陈长老不但武功高强，用毒亦甚精。全功執法，兩位長老到。參見幫主。唔抵。大家聽住，我哋丐幫承蒙江湖上嘅朋友睇得起，百幾年嚟號稱武林第一大幫。由於我哋人多勢眾，意見唔一致係在所難免嘅。只要我哋肯講出嚟，好好商量一下，我哋依然係相親相愛嘅好兄弟。千祈唔好為咗一時之氣而大傷和氣啊！我有句説話，想請問四大長老，當日你哋揾人呃咗我哋兩個去漁村間屋度，究竟係咩意思？執法長老，我哋咁樣做，無非都係手急從權嘅啫。大家都係老兄弟，同生死共患難，點會對兩位有惡意呢？又宋長老，既然你話對我哋兩個冇惡意，又點解喺間屋度裝咗咁多柴草同埋硫磺？呢啲好顯明就係想置我哋兩個於死地。嚇！有咁嘅事？实在太过分了。哼，唔通咁样就叫做好兄弟、好朋友咩？执法长老，究竟当日边个呃你入村嘅？你出来，你出嚟。弟子在。帮主，当日就系佢呃我哋入渔村嘅，系咪？弟子辈分低微，又点敢做啲犯上嘅事啊？都系有人叫我咁做嘅啫，求帮主恕罪。边个叫你咁做嘅？讲。系全陀主叫你咁做嘅。系。你当时知唔知呢个命令系假嘅？
你既然夠膽做，點解唔夠膽認？你咁樣仲算係丐幫嘅弟子咩？冇錯，我李春來一早就知道呢個命令唔係幫主你嘅意思，我係明知故犯嘅。你點解咁做？係咪嫌我呢個幫主做得唔稱職？幫主啱與唔啱，我唔敢批評。既然弟子做得唔啱，唯有甘願受罰。刘竹壮，你身为丐帮弟子，就一定要守帮规，做错咗事就要承担，点解要走？帮主，我而家唔怕坦白同你讲，我哋四大长老同埋全台主都已经商量过，一定要废除你帮主嘅职位。我哋恐防執法長老同埋全公長老佢唔同意，所以就將佢兩個囚禁上船。而家我功敗垂成，冇説話好講。哼，係你哋承認嘅咩？徐大哥，段公子，人哋處理幫中嘅事，你係唔方便去理噶。唔得，我大哥有事，我唔能夠走了之。我哋結拜嗰陣講過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贤弟，你都系回避一下先。呢啲系我哋丐帮嘅事，你都系无谓再抢。好啦，大哥，我喺嗰边等你。我乔峰虽然系无德无能，对于本帮系冇咩建树。各位，如果認為我唔稱職嘅話，我可以退位。我希望唔好因為我而令到兄弟內鬥，廢我幫主嘅職位，係咪大家嘅意見？各位兄弟，你哋苦心自問，自從喬幫主接任丐幫幫主地位之後，一切係咪好過以前？人人都對我哋丐幫非常尊重，呢啲全部都係喬幫主嘅功勞。你哋話係唔係？係。當年泰山大會，本幫受人圍攻，情況實在非常危急。如果唔系帮主技压群雄，本帮早就四分五裂。试问仲有边个好似乔帮主对本帮咁大嘅贡献嘅？各位手足，前任汪帮主曾经考过乔帮主三大难题，而且仲等佢立咗七大功劳之后，先至将打狗棒相赠，正式委佢为帮主嘅，可谓实至名归。如果仲有边个唔服气嘅话，我白某人就第一个同佢过唔去。执法弟子，在在。四大长老同埋五代弟子刘竹壮大逆不道，违反咗帮规第一条，同我通通绑起晒佢哋。遵命。咁我哋大家一齐喐手，就唔会有而家咁嘅局面啦。请加法。刘竹壮，你惊啊？咁点算系丐帮弟子啊？啊？你自行了断，抑或要我出手？依照本帮规矩，做错事自行了断，死咗之后，
一切罪行一笔勾销。如果有人提起你生前所犯的罪，本帮一定会代你出头。如果要本执法长老出手的话，你的罪就永不得赦。点啊？啊？弟子只能了断。执法长老，我仲算唔算系本帮嘅弟子啊？嗯。一死万事休，你仍然算是本帮的弟子。多谢各位。刘竹庄仍然算是我们的好兄弟。人来，我抬他出去好好念状。大哥没事了。唉，事已至此，几位兄弟，我想你们都要交代一句说话吧。唉，你们都是天意。好，那我们就自行了断了。那么好，请家法。快去帮主，请问还有什么吩咐呢？我要问清楚才执行家法，大家才心服口服。遵命。事到如今，我亦都无话可说。你要杀就杀，唔可以同猫玩老鼠。秦冠清，你讲说话点可以对帮主咁无礼？如果你犯咗帮规，我当然要杀你。如果你冇错，我处罚你，大家都不会同意。你是挑起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，你为什么要废我帮主的职位？是不是我对啲兄弟不住？你说对不对得住啲兄弟，你自己心知肚明，何必明知故问呢？秦冠清，你讲说话要有分寸。我哋帮主一向行事光明磊落，未曾做过半点对我哋兄弟唔住嘅事。你而家喺度造谣生事，我白世镜第一个就唔会放过你。哦，原来喺我背后真系有咁多闲言闲语，居然令到四位长老都反对我。全冠清，你要讲清楚，系咪我乔峰犯咗错？如果我乔峰犯咗错，执法长老。你要執行帮规来处罚乔峰。遵命。好，全冠清，你说我们帮主做过什么对兄弟不住的事？马副帮主的死是你指使的。一直好憎马副帮主，你怕他会取而代之，威胁你帮主之位，是不是？你们就是为了这件事来反对我？帮主，我们很敬重你，但是为了本帮的前途，迫不得已要这样做。如果是我们做错了的，我们也都死而无怨。不会的，我乔大哥不会这样做的。各位兄弟，我和马副帮主谈完，只不过性格不同而已。至于公事上，我绝对欣赏马副帮主的稳重，大公无私。如果这件事是我做的，乔峰他日死于乱刀之下，皇天后土，
監我此心。全官清，你信口雌黃，你有咩證據呀？啊，各位兄弟，你哋記唔記得馬虎幫主係點樣死嘅？邊個？帮主被慕容复暗算，各位兄弟，我哋应唔应该早日为佢报仇，等佢喺九泉之下得到瞑目呢？应该，应该。唔会噶，我表哥唔会咁做噶。佢一个顶天立地嘅大英雄，佢点会做出啲咁小人嘅行为啫？你表哥未必系杀马虎帮主嘅凶手，但系唔一定系顶天立地嘅大英雄啊。你成日挂住佢，梗系咁讲啦。而家马虎帮主系咪慕容复杀嘅，都仲未知道。你又点会话系我指使嘅？如果帮主系冇私心嘅，点解正话唔杀咗慕容复嘅手下风波恶同包不同，反为仲要俾啲解药佢？而嗰几个女人系慕容复嘅家属，你又处处维护佢哋，仲有嗰个后生仔。他成日同埋嗰几个女人喺埋一齐，分明亦都系慕容复嘅朋友。你仲要同佢结拜为兄弟，究竟系点解啊？飞呀飞呀！阁下误会咗啦，在下同慕容公子素未谋面，点可以称得上系朋友呢？而且呢几位姑娘话系家人同亲戚就啱。话系家属就错，亲戚同家属系有好大分别，不可不知，不可不知啊！贤弟，呢件事我自会处理，你都系退避一下先。系大哥，我哋丐帮之所以受江湖上嘅器重，唔系恃住我哋人多势众。而是我哋一向嘅行合仗义作风。而家我救呢两位姑娘，有咩唔啱？唔通要我挟持呢几位姑娘而引慕容复出嚟咩？我哋丐帮嘅人会唔会咁做？唔会。你放咗风波恶同包不同，咁又点解释啊？有一日我喺望江楼饮酒。遇到一个人，他喝了十几碗烈酒都面不改容，我就跟他对饮。他用自称的掌力，江南第二，慕容复是第一，于是我跟他对掌，结果他输了。他不单止不嬲我，还敬了我喝一碗酒。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坏人？江湖上执着虚名，呢个人能够将胜负睇得咁闲，真系一条好汉。帮主，究竟呢个系边个嚟呢？我好希望有机会能够认识佢。赤霞庄庄主宫野乾系慕容复嘅下属。哦。又有一日，我行经过一条独木桥，桥上边有两个人互不相让，其中一个担住担柴，另外一个。我看出他是武林高手，结果这个担着担柴的人冲上去打这个武林高手，其实这个武林高手可以一掌将他打死的，结果他没这样做，他还笑一下地走了。你觉得这个人怎样？这个人能够不欺凌弱小，又是一条好汉。帮主，那这个人是谁来的？他刚才跟你交过手，仲俾你條蜈蚣咬親添啊！哦，你係話包不同啊？冇錯，我之所以叫你俾解藥佢，就係唔想你誤殺一個合意中人啊嘛！咁多謝幫主，如果唔係，我一世都唔安樂啊！宮野乾嘅豪邁，風波惡嘅是非分明，包不同嘅瀟灑，呢幾位姑娘嘅善良，
所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慕容復識呢幾個人都咁好，咁佢又點會係一個大奸大惡嘅人呢？喬幫主都讚我表哥啊！慕容復真係幾生修道，王姑娘成日都咁掛住佢。咁你即係話慕容復唔係殺馬虎幫主嘅兇手啦？我冇話係，亦都冇話唔係。總言之，我會查個水落石出，唔會俾真兇逍遙法外嘅。如果殺錯好人，個心點安樂啊？冇錯，當年我都因為錯殺好人，至今仍然耿耿於懷。方主，我哋誤信人言，做出犯上嘅事，罪有應得。我哋願意自行了斷。執法長老，請執行啦。國有國法，邦有邦規。我身為執法長老，我一定會咁做。四大長老誤信人言，圖謀叛亂，危害本邦，罪該一刀處死。大智分陀陀主全冠清妖言惑眾，罪該九刀處死。押下。是。幫主，我們真是糊塗，罪該萬死。但是我吳某人自斷之後，希望幫主你仍然當我們是幫中的兄弟。執法弟子發刀。執法弟子松綁。欸，幫主，我們是不是罪孽深重，不讓我們自行了斷？幫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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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我們自行了斷。十五年前，薛丹人入侵雁门关，吴长老知道消息，三日四夜不眠不食，快马报军情，薛丹人才至无功而退。呢件事好多人都唔知道，但系我知得好清楚。帮主所讲嘅全部都系实情。一场老兄弟，本来我都唔忍心咁做，不过我身为执法长老，我一定要執行邦規。就算我白某人做錯事，我都要接受懲罰的。請幫主原諒。執法長老所講的說話沒錯，但是哪一個不立過汗馬功勞，人人恥功生驕，那就會危害本邦。幫主，你的好意我心領，請你准我自行了斷。執法長老，本邦是不是有一條幫主赦罪要自流鮮血？沒錯，是一條這樣的規矩。不過請幫主三思，切勿輕開此例。如果不破壞邦規就得了。多謝幫主救命之恩。當年幫幫主被薛丹五大高手捉住，困咗喺祁连山黑风洞里边，威逼丐帮向薛丹降服。系长老，佢自愿假扮汪帮主，汪帮主先至可以脱险。而且佢曾经教过我武功，于我有恩，对帮有功，我要赦佢嘅罪。多謝幫主恕罪。我同你冇乜嘢交情，平時亦得罪你太多啦。
我唔需要你同我赦罪。你点解要赦我嘅罪？系，我同你冇来往，并唔表示我对你有成见。我生性豪放，我唔中意同太沉静嘅人喺埋一齐，所以我见到你同马副帮主，我哋只系讲公事。我宁愿同其他嘅弟子去饮酒，食狗肉。啊，原来大家中意饮酒同食狗肉嘅。饮酒我都可以奉陪，食狗肉我就唔得啦。陈长老，你当年独闯敌人，杀咗薛丹，左路延绥，耶律不怒。呢件事佢哋唔知啫，唔通我都唔知？帮主，都系我糊涂，你原谅我。宋长老，帮主，你独守英雄行，使到杨家将冇俾西夏一品堂嘅高手暗算，净系杨元帅送俾你嘅金牌已经可以赦你嘅罪啦。攞个金牌出嚟俾大家睇下。帮主，我金牌已经唔响度啦。点解？帮主，我要向你讲老实话，有一日我嘅酒瘾发作，又冇钱买酒饮，所以将我金牌当咗啊！爽快，爽快。不过你有啲对唔住杨元帅噃。帮帮主，帮主。徐长老，大家好。徐长老，冇见好耐，身体好吗？天生贱骨头，好襟挨嘅，唔死得。你要打探西夏嘅军情，有咩消息？乔峰，西夏的军情是很机密的，我不告诉你听。徐长老这么说一定有原因。乔峰遵命。大家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这样说。总之这件事一言难尽，稍后马副帮主的遗孀马夫人就到，他说有说话要跟大家说，请大家等一下。徐长老冇过问帮中嘅事好耐，而家亲自到嚟，一定有大事发生。好，咁我哋喺度等马夫人嚟啦。哦，原来太行山冲霄洞嘅谭公、谭婆，咩风吹你哋嚟？咦？乔帮主。乜你受咗伤咩？其实你个武功咁厉害，冇人可以打伤你噶。我只系一时心烦，自己插自己嘅刀，嚟发泄一下。我皮粗肉厚，冇咩事嘅。原来你自己插自己几刀啊？咁你啊真系嫌命长。啊，我明白啦。你梗系听见我哋有啲药好厉害嘅，你想嚟试下系咪咧？啊，系啊系啊，呢种药的确系厉害。佢系用极北寒玉同埋玄冰蟾蜍提炼出嚟噶。你只要一渗落伤口度，马上止血止痛噶啦。嗱嗱，你呢个试下。多谢。呢两个老人家真系傻，边有人吉自己几刀？是你的解药喎。女儿意英雄痴，吐尽恩义情深
几许？塞外约怎半丝？心中也留多少字？磊落知天地心，倾出至诚不会悔，献尽爱竟是爱，风中花是轻虚句，笑莫笑仍悲莫悲，此刻我